什么一个女生家里面会有这么多的七龙珠？而且不是，而且指的不是公仔哦，是龙珠本体。塞，这这个兴趣很广哎。哎，这是美少女战士，开灯。对，漂亮好多，超多。我想让你松动了，是不是？啊，妈的！打码，笨呢、欸。这一间是最厉害的一间，猫猫不能进来的一间。对，哇塞，哦，哦，映入眼帘的是映入眼帘一个剧情海报。今天呢，这个很厉害了，厉害了。他原本是一位军人，哎呦，哎呦 ，Bella Approach， 很猛吧？但就是个正妹。哎，现在的军人都很正，是不是啦？他也是一个。很多公仔啊，或是各式动漫的收藏家，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他来他的闺房看究竟。Let's go！ 是不是自己想要看女生的房间？然后按电铃了。好了，按电铃喽。哒哒哒哒，哔哩哔哔哔，巴拉巴巴，哒哒哒哒哒。你好，外送哦。哇！啦啦，第二次见面，哇塞，哇塞，没有拍过片的，对不对？对，没有拍过片，就在典礼上面看过一次本人。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已经被 shock 到了，为什么一个女生家里面会有这么多的七龙珠？而且不是，而且指的不是公仔哦，是龙珠本体，怎么有这么多龙珠？这一颗应该很少人会放在家里。站着看上去好可爱哦，可是要放哪？哎，它正面，它一颗，啊，在这，在这，哦，它脸，四星。你看，他们家有养猫咪，你家的猫会这样吗？不会。哎，那个吗？没有。这个应该会吧？哦，不会，也不会。它连毯子都是大小兵团，对。哎，好可爱啊，有帽子哎，还有浴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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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闭嘴！我知道这是卡普，好大的卡普，超大卡，钻烂了的卡普。你会去动漫展吗？或者是那种漫博之类的？对，我会买爆。他不管排队，对不对？他不管是同人展还是就是官方的漫博，然后他都会出摊位，对，他都会出现。超扯的，钻烂的，钻烂的卡普。哎，我发现他就是东西都是买很大的那种，你有看到那个地毯吗？你往下看，满版满版客厅的地毯呢，可以躺在他旁边啊，不是。黑魔导女孩，黑魔导奶奶。Oh my god！ 那我刚刚有看到一柜闪闪发亮，不灵灵。哇塞，这个兴趣很广哎。哎，这是美少女战士，开灯。对，漂亮好多，超多。我啊，小魔女哆来咪，哆来咪，哆来咪咪，哆咪。这你就看得懂对不对？部分。那这种东西会很贵吗？这一柜大概？大概会花多少钱？几十万吧。几十万，几十万，嗯，就慢慢收，数量有点多，因为美战的东西只要是授权联名的都超贵。哎，之前有那个快闪店买爆，哇，法杖，哇，哇，好漂亮啊！它手电筒吗？嗯，它发光，它全面会发亮。哦，然后就这样看，好可爱呀！那这其实是行动电源啊？什么？什么？嗯，那行动这行动电源太稀花了吧？然后充电的时候你就可以握着那个法杖这样。但就会舍不得用，对，会，就像他这样塞回去，塞回去，塞回去，收藏品。这是你的 GK 的箱子吗？对，是箱子，是鬼胶，下面这两箱是一支的鬼胶。我没有看过这么大支，这么大箱哎，摔，这么大箱，是可以把你装进去的。同一支哎，你确定里面是 GK 不是一支？因为它有一支那个胶机，然后胶机就很大。哦，对对对对对。就他现在躺在里面，对，他现在躺在里面，那你放不出来，这是还没拆的，嗯，因为他要两个人组才能组起来。那你会有想要把它组起来？现在吗？啊，没有。现在组是可以。啊，这边是有羊毛，其实是我的床。啊，这边是客房。如果朋友来的话。那这边是厕所吗？对，这是厕所。那这边可以看吗？可以啊，很不像女生的，平常拉拉洗澡的地方。哦，给大家想象一下，拉拉会在这里洗澡。不要把那个粗猫拿起来，说不定上面会有猫。哎，那跟我用的是一样的，很好用哎。因为你有擦腿毛的也是这个。没有的。来，我们三个，连。哈哈哈哈冰箱吗？那个。它居然是那个哎，围裙哎！做菜都要这么的动漫，而且
而且我刚其实我发现他们的那个浴室的地板也是那个人类补完计划的硅藻土。有、欸。可是你会用这个吗？后面是吃货。然后我都用吃货，你是不是舍不得用那种，怕把它弄脏？对啊，可是它有点像工作服，那是那种做模型的时候厨神跟吃货，所以你是厨神还是吃货？来跟着我走哦！哇，那什么？那是梳毛，是梳毛的，梳毛的，梳毛吗？小猫咪，我上来直接是它的房间，宝贝，看到它本人了。叫宝贝吧，宝贝，我叫宝贝，他才回我，干，宝贝儿，宝贝，你叫他老公好了，他是公的吗？没有母的，对，我想问你，你叫老婆，老婆，老婆，哇，宝贝，不要怕，我第一次买卷轴就是买他的，哇。我发现拉拉都会买，就是很巨大的，对，它巨大的周边，就是一般我们就是站在会场买，买，就是会场会犹豫的那种。对，因为我是动漫宅，可是我很少买周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放它。可是可能要放够多，就是真的数量都被你在干嘛？你喜欢这么大的是不是？闽南上喂，今天开始拍抖音吗？没有没有。那这个是给你的猫猫睡的吗？我想让他进去，他只有进去过一次。那我进去好了。好。他这边很爱他的猫哎，他这边充满了就是。他从来没上来过。各种设计给他的，但是他不要。对他不要，气死。这边还有大家的写真书，谢谢。是约儿哎，最新的哦。哎啊，这超可爱的。哎、哦欸，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母汤啊！我有看到滑鼠店，超级大，超巨大滑鼠店。圆圆的，这是啊。哎、欸，新的。哎，新的，月月，都认识的，就是骰子的魔术，还有呢 ，OK， 对，没有这种非常各式各样不同的骰子，好，然后完全全透明的盒子，通常最大是哪一点？两点，六，刚好是两点，可以解释一下吗？你说你的还是我的？你还是他的？我甩一下，好，你就会发现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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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六六六五，少一个，少一个，你再一点呢？差不多了，少一点在哪里呢？我找一下。排球少年，对，没错。Tobey， 哇，好难听哦，好难听哦。Tobey，Tobey， 而且 Tobey，Tobey。Open 呢？这一间是最厉害的一间，猫猫不能进来的一间。对。哇塞！哇。Oh my god！映入眼帘的是映入眼帘，一个剧情海报。我以为你说前面的初音哎，我要用初音哎。下面是，下面也是很美的初音。没错。这边是你的梳妆台吗？吗？哇哇哇哇哇哇哇！女孩子的房间，哈哈，衣橱。哇哦！喂，奶口噶奶沙。是洗过的还是还没洗的原味？哎、欸，有卖吗？有卖这个有卖吗？一篮五十，喂，他这边很像那个，就是你在外面市售在卖牛仔裤。我说哎、欸，我想要这件，然后 S 号，他就进来这里面。稍等一下哦，哎，S 号刚好卖完了，两件九折，你要再多加一件吗？那拉拉这边会有什么？性感内衣或什么？怎么直接问这种问题？是那种拍照用的吗？因为图有吗？别人家不是都是要都是要看这些。哇，旁边这一块，而且我前天才买的，空太帅了吧！空绿啦，空气滤清器，不重要啊。漂亮的，我那时候超喜欢的。这一只，这两只，好。哇，这个要全部前面的任何一只都有买才可以买到它哦，跟布加迪一样。哦，这我还以为会员制的，会员制的。奶奶，好辣！奶奶，它那该不会可以拆下来吧？哪一个？哪一个可以拆下来吧？不想让你松动，是不是？啊，妈的！啊啊！打码打码打码！不行。OK， 好，好。很有功。这边很实况组。所以你之前是有在实况？就有个时候Twitch会开。哇，
这边桌，这桌子很像男生的桌子。这是什么？这是前面妹子的啦。而且这个妹子都没有什么布料的呢。哇塞，好香哦！这只，哇，好帅哦！哇塞，好帅哦！梦寐以求的电脑桌，哎，真的，哎，这是 PS5 的，就是。概念你说拟人吗？对，我看他的头发，后面有一只，哎、欸，他的那个机壳很可爱，你看，工壳机这样，啊，里面也有放一只，哎、欸，真的耶！所以不要再觉得女生都喜欢帅哥或猛男了，女生还是喜欢大奶的妹子。你说这个，香香的妹子，拍起来多好看，是不是也是可以拿下来？没有，哎、欸，好像可以耶，哎、欸，如果没有开那个软胶模型的话，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有耳朵，对，他有耳朵，好小，有耳朵啦！嗨，请问你们知道牙骨兽有耳朵的？是不是因为这样才耳背？加一，耳背吗？对，他最近这样才耳背，因为他平常人家跟他讲话的时候会被他的那个眉骨挡住啊！你说什么？啊，不要加喂加喂！我要打电话给动保团体。